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跟火箭现在2-2，我还是想虚拟播报弄一下。哎，杜兰特伤愈了，可以，我们虚拟一下。哇，落后这么多，赢点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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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一点进去操作一下的机会，行不行？9分球。这完了，3-2了。现在那只能打这个自己来了。这不打自己来的话，就要，而且自己来这一场，如果是输了，应该是不太可能。但是反正赢了也得打抢七，得连赢2把，难度又提升了，强行给自己加难度。哎呀，太难了。这里是西部赛区半决赛第6场比赛，欢迎大家在 2K Sports 上收看 NBA 季后赛。我们这里有火箭，然后是主队。现在双方的首发阵容出炉了，比赛也马上就要开打。对，两支球队在攻防两端都很有深度，人才济济，因此鹿死谁手难以预料。漂亮，精彩，先拿下。这场比赛这是一个非常的精彩刺激。势头，哎，犯了犯规。因此这场比赛不太可能会是一边倒，我猜比赛胜负将会取决于最后的几个回合。漂亮，这样他就2罚都罚进来。这样是哈登，传球给豪斯，保罗持球，杜兰特防守他，保罗在右侧。保罗强打没有？王仕文篮板，阿联下快攻给杜兰特，再来造一个。对呀，这个跑动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战术执行的。是的，非常清楚的看到了机会，然后完美的执行了战术。好的，突进来。跳起来直接上篮得分。没办法，这球没办法。总是赏心悦目。来，快打起来。已经打了1分钟。给姚明姚掉进去。佩拉过来进行包夹，给阿联，没人防了吧？哎呦，拿到篮板，强硬的防守，对上了史上最棒的得分手之一，被杜兰特抢了。杜兰特又是杜兰特下快攻，给姚明空间，有没有？真是漂亮的，不错。姚明也能下快攻啊，没有办法去阻止对方的快攻，所以说失误是很致命的，它会让你在防守当中处于极大的劣势。哎，他为他们队这人怎么搞的？漏的。放空了，直接给杜兰特，还杜兰特，多打一打。在左侧，杜兰特给姚明，姚，好球！你看，这俩挡拆，这俩抢八分了，已经全队就得八分，主要靠他们两个。传球给豪斯，哈登。篮球被姚稳稳拿下，这是一，这球打进，可以。这场比赛他目前是2投1中，这个助攻体现出了他非常棒的意识。现在是第一节，双方差不多打了2分半。詹姆斯哈登三分远投，这个三分球投得很准，他居然在三分线外获得了如此大的空位，一定是有人脑子短路了。这绝对不是他们预想的防守计划。哎，这球传进来不错啊，传的。里巴很有机会再下一分。克林特卡佩拉被吹犯规，暴力扣篮。他真的能飞，再加上优秀的突破。第一节我们就打出了气势啊，扣篮能力非常强，不给对面任何机会。这场我们是不能输的，输了直接回家了，卫冕也没戏了。哎，不错。杜兰特呢？杜兰特受伤好了之后随便飞，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冲上来阻止他，他毫不客气地完成了扣篮。这种一气呵成的扣篮充分解释了为什么比分现在是这个样。叫暂停了，火箭队。他想让所有的球员在场上达成共识，也许还要调整一下战术安排。是的，这个暂停叫得真不错，还是把战术安排给队员讲清楚了比较重要。
球啊，又是一个抢断，刘伟。卢投篮得分，他们第一节的投篮表现非常突出，得分攻势令人惊艳，打得很顺。得到了佩恩手里，打算扰乱对面的节奏，咱们球被卢抢，接着运传网，三分球打直，詹姆斯哈登篮板，他肯定会进这个三分球，投丢以后他非常懊恼的摇着头，盖了帽，哇这个内线，看这个内线进来就是个血帽，全是人给，目前是比赛第一节，双方比赛时间已经接近三分半，掉个姚明，莱巴兰丘纳斯抢断，差一点啊，佩恩持球，好帽，又是一个盖帽，杜兰特给了位，这是卢，到了左侧侧翼，王治郅，三分线来一个，哇，真牛！取得了巨大的领先优势，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，而且王治郅的三分也是很厉害的，想要继续扩大领先优势，哈登突进来，现在是哈登持球，面对德罗赞，棒了，这次进攻打得非常快，他很聪明，知道把防守队员拉到外线，他的身高在内线的话是比较吃亏的，如果他在外线跑出内，哎，只要不是给姚明这几球老是难被盖帽，不管给的不好，给的不好。这可是最会给姚明传球的人了，已经。这个上篮上丢了，防守球员对他这个上篮防守的非常好。来，这是卢给姚明，哎，这就给把球传给外线杜兰特，刘，哎，这边空了。不过他们拿到了二次进攻机会，放了个三分，再来一个漂亮的三分。他们在防守端很争，看我们这打的行云流水，对面得分的机会，是的，他们的毫无招架之力，可以这么说。教练组说这个哈登在那投没用，一个人打不死我们一个队，一直在缠着他们，这个投篮选择是刘伟，是的，当他防守你的时候，哎，这突破不错啊，看起来好像也不快，对不对，不断的得分，打得非常，靠的是节奏，意思是在开场就能取得这样的领先真是很棒，出手了，仅仅第一节打完，这已经来到了两位主队领先十六分，行，感谢您观看本场比赛，我们即将进入第六场比赛的转播，你们觉得主队目前为止打得怎么样，他们一开始的很多投篮都是在三秒区内完成的，他们在进攻上第一节我们还是很成功的打的，因为我们这场是必须要赢的一场比赛，就会突进去贯彻了这样的打法，哇，出手瞬间对面多能也不错，他第一发发得很准，对，本赛季场均7.7分，两罚两中，火箭队这场已经拿下了9分啊，比赛分差为18分，包一下过来，包夹一下，我看你怎么打，传球给哈腾斯坦，抢到了球，哎，防对面又一个失误，到了中路，哎，我们这也反过来也是一个失误啊，打过去结束这波进攻，这就是抢断的作用，抢断后快速进攻，问题不大，后来这个球就是通过加速防守来带动快速进攻的绝佳案例，朱芳雨手起刀落，防守一方确实在防三分球上太松散，今天我们就是把对面往死里打，有三个是外线的三分，不让你加时再赢我是吧，这球没能入框，现在给你来动真格的，已经是第二节了，双方已经打了一分多钟，裁判少爷对詹姆斯哈登犯规，这是他本场比赛第二次犯规，放我这么大，被休斯顿拿到篮板，当他获得这么大的空位时几乎是百发百中的，传球给哈腾斯坦，这儿是豪斯包你投出去了，哎呦，像重磅炸弹一样，豪斯其实挺准的，不能放豪斯，绝佳的投篮空间，防守球员离他很远，郭艾伦，保罗防守他，现在是第二节，比赛进行了一分半钟多一点，出手位置距离篮筐有9英尺，投篮了，阿联中距离有，今天可以，今天都不错啊，都挺准的，每个人都挺准，
哎呦！低位背空单打打得不错，球进了。传球给 E， 到了左侧侧翼。大致给朱芳雨接球头，错失三分。火箭队遇到大马，这儿是豪斯，这不能放。现在保罗，现在卡佩拉，他在进攻端目前还无任何表现，还在寻求拿下本场比赛的第一分。哈登回到了哈登手，他们双人夹击詹姆斯哈登，只剩四秒，迎着墙头没了。哈登投篮不住，他的一些出手选择真是糟糕，他打得太随意。哎，孙悦跳起来，可恶你！詹姆斯哈登防得真好。第二节马上就要打完三分钟。保罗防他一下。保罗在往下。卡佩拉拿球，这一球被干扰了，他们拿回了球，他们又来了一球，把球分给了保罗。回到了哈登手里，三分投篮，这次出手没有得分。可以啊，防得不错啊，又防下一个阿联，扣你。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很好，篮板球只是其中一个方面。这个上篮，防守球员无能为力，他的身高完全处于劣势，他们的进攻打得疲软无力。没错，感觉大家都有点直接把对面打个暂停、啊，叫暂停了。火箭队，他完全没有打出自己的水平。他有太多勉强的出手，球队也这一场其实基本上拿下来是没问题了。抢七是不好打，抢七大战不好打，要不然就是打得很焦灼，要不然就是直接一个打崩，我把对面打崩，只有两种情况。不太会出现那种，就是你来我往。这儿是豪斯，三分，篮板球没投进，只是他比赛当中第三次出手，给三投一给杜兰特，好，杜兰特暴扣完成功，精彩的传球，今天打的都可以，他通过自己的组织让队友轻松的完成了得分。摩尔拿球，他在本场比赛中还没得分。奥利奇，哎，你看这球的方向，球进了，他准备上罚球线，这是个二加一的好机会，漂亮的篮板。通过补篮轻松地得到两分，火箭队换人了。这一次罚球，罚球，哇，这球传的可以啊，郭艾伦单手暴扣，真是精彩，感觉半场就可以模拟了。他这样的高度，这领先二十分基本稳，不太可能逆转。这样逆转被输了，我就尴尬了，对不对？佩恩拿球。休斯顿把篮板抢回来，逆转应该不太现实吧？感觉是不会的。时间结束后还有一秒，比赛就结束。王拿球，是王，这个球传得非常到位，他接的球厉害。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？二十二分了，应该稳了吧？不会给我模拟一个输吧？对不对？摩尔拿球，休斯顿又投失一球。他们不仅仅比分遥遥领先，篮板球数量再给回来，超出对手，再给过去。他们的表现很强硬，身体对抗很强，但这就是你的。可以二十四分，应该稳了吧？这不稳，简直，这能不稳吗？对不对？二十四分怎么会不稳？三比三，我看最后是218-150，你这夸张了，简直。好，三比三平，抢七大战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